大家都期盼着春节就快要到了，请问您对春节有什么展望呢？好 low 的词啊，竟然还在说展望什么的，这些都是玄学啊，和去庙里上香许愿是一个意思，自己骗自己而已。话说这都是什么年代了，讲究科学懂吗？展望就能实现吗？醒醒吧，现在的春节对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长点假期罢了。咦，瓜仔你家伙真是一张嘴就会破坏节日气氛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新年的愿望我早就想好了，那就是越吃越苗条。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说什么？新年有什么展望啊？展什么？哎呀，你这个样子看起来好傻呀。等了半天终于轮到我说了吗？哎，是啊，派叔，您在新的一年里有什么心愿呢？那还用问吗？自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，迎接更加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了。